从真心真意。你让开！不让。你让开！让你要打要骂要摔要刮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不理我。蓉，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好不好？你说实话，你有没有骗过我？有。那你在长安是不是经常去青楼啊？我以前有去，但是自从你跟我说过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了。海上风光图是不是你画的？我是画的不好，所以……哎呀，画不好没关系，可你不应该弄虚作假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。我错了，我不骗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骗了。我保证。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相信你吗？应该啊。就像你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而且像你这种又温柔又体贴又善良又使人向善的女子，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最后一次。刚正经没一会儿，又开始得意忘形了。我给你准备了圣旨礼物，想不想看一下？到底是什么啊？弄得这么故弄玄虚的。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噔噔噔。我说，我还真得谢谢你啊。那当然，快给我谢礼。嗯嗯，是疯了，我怎么会去相信一个你这样的人？我怎么了？你厚颜无耻！你就是一个仗势欺人、不知悔改的纨绔无赖！够了！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连公主都不敢这么对我！你走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我走就走，天底下美女这么多，我剩什么一天换两个三个都行，就差你。